那一天发生在我身上的，如同黑色潮汐。将我吞没，徒劳努力，无法终止。Welcome, welcome！ 现在是时候选出五个有胆量、有度量的男生和女生，代表我们 Fall 来参加由 Fertile 赞助的。